我还未还你对我生生世世的恩情，你怎能舍得留我一个人在这世间？我不过是去了九幽千年，白绝呢？圣姑，你去九幽已是60000年前的事了。有一个小姑娘，天生神脉不通，一路走来，她所付出的一切，我比这世间任何人都明白。所谓红鸾心动，应该就是这种场景吧。上古，你执掌在天地之中，我会好好修炼，不会比你想的还要努力。敢问祖神，何为混沌之劫？上古，我求你不要。只可惜人生太长，未曾珍惜，苍生太重，没有选择。数万年时光不见，足以改变很多。你我的缘分早在60000年前已尽。白绝神尊要迎娶天宫的景昭公主为妻。方才我还笑我自己傻乎乎的，奢求能成为与你相配之人，以后不见亦不念。本尊今日就让你们看看何为神，何为魔。60000年前有很多事都超出我的预期，所以绝不能再让任何人影响我替上古应劫。白绝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一世你恨我也好，怨我也罢，只要你活着，便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。